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，平飞落地了。打这种平飞球是外野一点皮条都没有。陈子豪的平飞安打现在攻占上了一垒，50分。然后两外这一棒打成了在一垒直接传出去。现在跑者绕过来之后，现在一号重炮要冲三垒，他冲向了三垒，他做到了，现在变成了一三垒有跑者。这一棒拉回来打成了在左半边，看看落点，哎，定杆，就是那只安打，哇，落点相当的巧妙，三垒上的跑者陈子豪回到本垒得分。那么弗莱西，哇，正是左半边方向落点巧妙的安打了，结果带有一个打点，中立兄弟在这场比赛先取得点，一比领先。平飞安打，虽然是打得不是很深远，但是是巧妙落点的一个平飞安打。变化球在内角，打到左外的一个平飞安打。那毕竟也是洋炮在打，所以一开始左外手胡金龙也守得比较深远一些，但这个球打得比较浅。